站住！ 钱贵爷爷杀了吧！冉冉，发现花子了吗？没有，这样不是办法。钱贵会流血而死的，现在谁出去就是送死。 冉冉，你准备好，我去吸引花子的注意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去送死。不行，你把枪拿着，我去吸引花子。夕阳。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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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
来不是要救钱贵吗？有种就过来呀！花子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哪有鬼子，我们就去哪儿。Thank you.
梅太子。梅太子。梅太子。这么多年，我帮你做了那么多的事儿，你说打就打，想杀就杀。秦桧说的对，我在你眼里狗都不如。小鬼子，我操你祖宗！敌人火力太猛了，我们快撑不住了。防不住也得撑。
不多了。千惠，我没子弹了。Oh!